这是最新一期的明星大吐槽，我是视节日如生命的葫芦哥。6月26日很重要，大家都清楚，这天的节日叫做国际禁毒。打开微博看平安北京，这大卫特地发了一条宣传小电影，里面有张熟悉面孔，不是别人就是演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影视演员冯远征。不张嘴还不会勾起大家的童年阴影，一张嘴把葫芦哥吓得一激灵。这张变态的脸加上经典台词，简直能把人吓尿。说了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烟酒和饮料。西装革履，一脸严肃，语重心长告诫大家要走正路。禁毒重要性无需多言，借用明星做宣传也成为有效手段，除了很有说服力，更能抨击丑恶，获奖政绩。但是很多小朋友看到他就想到了安家和，觉得这广告不但能有效控制吸毒者，可能很多瘾君子看到他绝壁会自动戒毒，边跑边喊别打我。记得那是 N 年前，一个死机的炎夏，葫芦打开电视机，正好看到安家和把梅香南从台阶推下去。葫芦哥的麻子儿先是自己闭上眼，然后用刚刚扒完蒜的大手捂住了葫芦哥的那张烧饼脸。从那刻起，读小学的葫芦哥做了一个影响自己一生的决定：多看书有益身心，包治百病，远离电视机才能净化葫芦哥的幼小心灵。几十年光阴白驹过隙，本以为时间已经足够给力，可以在葫芦哥幼小心灵上贴满大邦迪，可现在又赶上互联网盛行，葫芦哥浏览娱乐新闻，为了把最新节目搞定，一张大脸突然出现在荧屏中，瞬间感觉唤醒了可怕的童年阴影。葫芦哥浑身颤抖，故作冷静：喂，请问这里是不是110？记得那是不久前，梅婷带着俩宝宝参加亲子真人秀，突然窗户里出现了一张大脸，可劲往前凑。虽然这画面是冯叔叔带着礼物来看梅婷女儿快快，但在葫芦哥眼里，这绝壁是人贩子想把孩子来拐卖。葫芦哥脑补了梅婷女儿快快内心独白，孩子心里肯定在想：就是这个混蛋欺负我妈妈，大嘴巴子打起来从来不见外。当时这节目还发出了一组剧照，又吓人又温馨，到底怎么破谁也不知道。说到这儿，很多草友肯定笑葫芦哥胆小，就因为一部电视剧里出现家暴就把你吓得哇哇大叫，实在没必要。那好，既然大家希望找点刺激，那休怪葫芦哥对你们不客气。80、90后童年阴影三大巨头拿出来给大家好好瞅一瞅，冠军是安家和逮着老婆啪啪啪，亚军是容嬷嬷按着紫薇扎扎扎，季军就是柯南被门孔对面的眼睛问你瞅啥，我也在看你，你是不是瞎。记得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电视剧刚开头，安家和做完手术往外走，动作潇洒，倜傥风流，活脱脱一个白衣天使，就问你好感满满有没有。但俗话说得好，恐怖片通常温情开头少不了，随后的剧情只能说让当时还不识字甚至看不懂内容的小朋友也会尿不湿，换了一包又一包。他的恐怖感不仅表现在冯远征老师脸上的表情微妙，还表现在每一个画面里的心惊肉跳。片尾曲好像女人哭着要上吊，而且每次音乐响起都是毫无征兆，整部剧全是阴暗色调，里面的道具金鱼缸大家是不是鬼片里也会经常看到。安家和狰狞的脸曾经吓过葫芦哥，一串闪闪发光的大白牙，葫芦哥仔细数过不多不少，整整17颗。也是从那时开始，让懵懂的葫芦同学产生了两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深深误解：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一部恐怖片，相当利尿；二，冯远征老师是变态家暴男的灵魂代表。不要说只有葫芦哥误解老冯，电视剧播出后，冯远征母亲也是担心不宁，让儿子上街扣帽子、戴口罩、隐藏身份，以免被人牙打掉。冯远征虽然是全副武装不害怕，但谁料想私家车经常停楼下，车胎隔三差五被人扎。那些年，葫芦哥身边闺蜜可以做证明，说她老公长得像冯远征，一直单身。这剧里出现家暴就把你吓得哇哇大叫，实在没必要。那好，既然大家希望找点刺激，那休怪葫芦哥对你们不客气。80、90后童年阴影三大巨头拿出来给大家好好瞅一瞅，冠军是安家和逮着老婆啪啪啪，亚军是容嬷嬷按着紫薇扎扎扎，季军就是柯南被门孔对面的眼睛问你瞅啥，我也在看你，你是不是瞎。记得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电视剧刚开头，安家和做完手术往外走，动作潇洒，倜傥风流，活脱脱一个白衣天使，就问你好感满满有没有。但俗话说得好，恐怖片通常温情开头少不了，随后的剧情只能说让当时还不识字甚至看不懂内容的小朋友也会尿不湿，换了一包又一包。他的恐怖感不仅表现在冯远征老师脸上的表情微妙，还表现在每一个画面里的心惊肉跳。片尾曲好像女人哭着要上吊，而且每次音乐响起都是毫无征兆，整部剧全是阴暗色调，里面的道具金鱼缸大家是不是鬼片里也会经常看到。安家和狰狞的脸曾经吓过葫芦哥，一串闪闪发光的大白牙，葫芦哥仔细数过不多不少，整整17颗。也是从那时开始，让懵懂的葫芦同学产生了两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深深误解：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一部恐怖片，相当利尿；二，冯远征老师是变态家暴男的灵魂代表。不要说只有葫芦哥误解老冯，电视剧播出后，冯远征母亲也是担心不宁，让儿子上街扣帽子、戴口罩、隐藏身份，以免被人牙打掉。冯远征虽然是全副武装不害怕，但谁料想私家车经常停楼下，车胎隔三差五被人扎。那些年，葫芦哥身边闺蜜可以做证明，说她老公长得像冯远征，一直单身无法把婚成，直到遇到了从不看电视剧的他，才安心着陆立业成家。葫芦哥听完脑补画面，心想着表白时肯定是血光飞溅。虽然都知道演员只是在为剧中角色服务，但是碰到长得像安家和的路人，心里多少也会犯怵。冯远征老师戏里戏外差距大，爱老婆代表一度传佳话，和妻子结婚20年，每天发糖各种甜。有几年葫芦哥对冯远征新好男人的形象啧啧称赞拇指翘，甚至一度把面目可憎的安家和脑后抛。谁知道冯老师却突然开始了自己专注家暴违法配图30年的苦逼生活，变身成为屡登社会新闻的奇男子，出现在配图微博网友。